检人员全身包紧紧，百货美食街每个角落都不放过，要确实清消。搜狗百货天母店接获卫生局通知，有确诊者足迹，19号晚上8点半提前闭店进行清消，20号暂停营业一天，直到21号才会复业。位在台北天母的大业高岛屋被台北市卫生局通知有确诊者足迹，所以今天公告全馆暂停营业。确诊者爬爬灶也曾来过大业高岛屋，业者在19号晚间紧急接获通知，马上进行全馆大消毒。昨天晚上大概9点，接到通知，然后我们9:40提前到9:40打烊，然后闭店之后马上就开始做全馆大清消的动作，明天恢复正常营业。北市卫生局也强调，这名确诊者是英国返台过暑假的女学生，曾在国外确诊，返台时阴性，但因为要出境，再一次采检结果确诊。她也曾来过大直美丽华影城，业者公告20号暂停营业一天，进行全面清消。目前有60几位正职加工读生都已经进行快筛。个案曾经在可传染期曾经到3个百货公司，那我们也已经按照台北市的百货业者防疫指引，通知业者要进行清消。那今天个案的一个详细资料，应该中央也会做发布。北市卫生局也强调，会持续进行疫调跟框列，不让病毒持续散播。三选五的人陈耀荣台北报道。